会看到这个不敬，那自己的不敬反映出来，你就会挑世界的不敬，你就会挑任何其他人的不敬。像我们会看到某一些人，他对别人的要求非常非常之严苛，反映到他的内心，其实他对自己不满的程度非常的高，而展现出来的样子变成非常满意自己的能力，然后非常挑剔世界。事实上，他对满意自己的这一块，其实他是不满意的。严净菩提教育基金会自成立以来，护持佛法不遗余力，为法轮常转正法久住，敬邀社会大德发心赞助弘法经费。若蒙捐助善款，请汇邮政划拨账户，账号2271880722718807，户名财团法人严净菩提教育基金会。严净菩提教育基金会敬邀您护持弘法，共转法轮，阿弥陀佛。